年初一，我们先在外面随便吃一点午餐，这是一家汉堡店，应该是全英连锁的吧，然后还蛮有名。哦，特别喜欢他桌上这个番茄酱，从这里面吃口，超可爱。然后呢，那边就是有花生可以拿。我要来看一下要吃什么。我们点了那个 milkshake， 然后他们家 milkshake 真的超好喝，就很浓郁很浓郁的那种啊，滴我手上了，然后很冰，你看这外面都起了冰霜了。冬天喝 milkshake， 因为店里很暖，然后感觉还是蛮爽的，很浓稠很浓稠很浓稠。我们点的汉堡上来啦，我点了一个素的汉堡，然后里面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里面就是有那个 avocado 啊，然后有一些豆子之类的东西，然后他给的是牛肉汉堡，就经典牛肉汉堡，然后有一个洋葱圈，他们家洋葱圈好好吃，薯条就这些，然后我要准备吃啦。这洋葱圈超甜的，好甜，好好吃啊，这洋葱圈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还是豆子。烟熏豆子，这也是豆子。男朋友，你的汉堡好吃吗？好吃啊，他点的肉的肉，然后里面有培根，然后是什么酸黄瓜吗？好了，我要来尝一下我的素汉堡。这是素汉堡，然后里面就是有牛油果、番茄，然后一些豆子，然后还有点 cheese。 突然觉得今天很想吃素汉堡，然后就吃了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发现了素汉堡的口感呢，就是全靠豆子，就是靠这颗芸豆，就基本咬下去都是绵绵密密的，然后有点辣辣的那种口感，可能应该还是肉的好吃吧。等会要去吃我男朋友的汉堡，让他把那个另外一半汉堡吃掉。
Morning， 然后早上我今天这次又跟姨妈住在一起嘛，然后准备早饭，打算我们俩吃一人一个橙子，然后再吃一个三明治。这三明治是头一天买好的，就是这个 Eat， 算是英国的一个连锁的，怎么说呢，快捷食物的一个连锁店吧，就大概里面都卖下三明治啊，卖下那种很方便的那些卷啊之类的，应该看上去蛮健康的。我说我最喜欢吃的，我最喜欢吃的呢就是这个鸡蛋，然后再加那个美乃滋的这种最经典的英国三明治，据说女王也最喜欢吃这一款。那我就特别喜欢吃鸡蛋，就鸡蛋就简单的跟那个美乃滋拌一下就很好吃。然后这个是给姨妈买的，是那种很多蔬菜，然后再加那个 turkey， 火鸡肉。姨妈最近在健身嘛，她就要吃很多蔬菜，然后想说这个应该比较健康吧，给她买的是火鸡肉。我现在去把这两个三明治，这个加了蔬菜就不用热了，我去把这个鸡蛋的放微波炉热一下，然后再把橙子剥了。橙子已经剥好啦，我发现我橙子特别喜欢吃有一块，就是这个屁股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一个人喜欢吃，就是橙子这个屁股这一块真的特别好吃，特别香，特别甜。然后三明治我已经咬了一口了，就是这样子的鸡蛋三明治，热过了以后这面包会变得特别软，超好吃。最近都一直在看英剧，就是这个 Black Mirror， 讲的就是应该是一些很讽刺的东西吧。这一集反正我觉得 Black Mirror 应该讲的都是含一些很高科技的东西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然后也不是很多，第一季只有三集，然后第三季然后只有六集，然后我是先看完第三季然后又回来再看第一季，真的很好看。中午买了河粉回来吃，这个就是这旁边商场里面有一家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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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的河粉，料都很足，我还冒着热气呢，然后肉也特别好，超好吃这个河粉。就我本来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吃粉啊面啊的人，但这个河粉我觉得就是一吃就可以吃很多。肉给的好多呀，超好吃这个河粉。然后还买了奶茶，这家茶我不知道在英国有多少分店，但这家茶真的很好喝，我觉得比大多数茶都好喝。然后珍珠要的是那种，你看这种大颗小颗珍珠混合的，这种真的很好喝。接着吃饭啦。